嘴型到最没注意的，也没有吧。没有。那另外一位主唱是阿里要拉我，对不对？是他吗？是。哎，这眼睛你可以看得到我一下吗？你好高哦，你。OK， 好，阿里要拉我啊，他要声音好。OK， 好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你算过了，就是多久了？我们没算，怎么？不晓得，从一出生就有了吧？5、6年了吧？哎呀，6年里面有4年都在排血沟里面找灵感。好吧，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紧张？今天还 OK， 还是有一点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们阵仗很大，你们多加油了，好吧？这首歌是要送给他，继上次我们一个创作叫《妈妈的眼睛》之后，这次出了一个《爸爸的眼屎》。爸爸啦，没有爸爸，爸爸这样，就是叫老爸这样。然后送给他，哎呀妈，我明天让他拉住你，小弟爸爸给他做第三了，等你那个好，哎，他干嘛？不太会讲母语了，就刚讲一点法语嘛。大家来老爸，谢谢。Oh, my God.
快睡到更新换装，你们先玩游戏好了。老板，我要刷机啊！来吧，来吧。小拇指有点受伤，但是如果弹不好没关系了，音乐就是要这样，很难得有这个机会来这边遇到这么多的音乐人，我们是不是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没有他们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，我一直这样坚信的时候才会努力。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感性的话，因为我一直在浪费时间。这首歌看我们的装扮就知道了，对，我们要带来这首歌叫爬山。对啊，是这首歌叫潜水啦。他的阿米斯的话跟那个当吉拉姆巴他们唱的《彩色人》的弟弟米兹勒，米兹勒就是潜水的意思。然后不要生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刚刚是虚惊一场，就是因为刚有几个人在睡，好热。好了，我们这首歌也是纯母语，对了，然后就是写给我的 Kaput， 写给你们拉千玺。我们在独立部落是拉千玺的，我们的功能是保卫部落，但是我们常常会倒在路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希望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。好了，那。这首歌是要勉励现代的年轻人，不要忘记你应该有的本能，那些传统潜水。现在我们打破潜水只有两三个人会，一方面也在讲我自己。好，希望用这首歌来送给我的打破，还有所有的年轻人，所有喜欢海边的族群，还有人类，献给你们这首歌，它就叫潜水的名字。好了吗，小白？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长迪洛，最左边那个，他跟绿岛监狱请假了，对，请两天，还叫我去。我们有五个帮手，五大帮手。哎，带来我们自己准备的阿婆去。潜水。Do I have to be surprised?